Hello everyone, welcome back to my channel. Today's story is about海的女儿，人鱼公主冒着生命危险救了一位王子，因为她是人鱼，所以只能躲在礁石后面远远看着他。邻国的一位公主刚好经过。 他叫醒了王子，王子以为是他救了自己，于是深深地爱上了他。小人鱼请求海巫让他变成人的模样去见王子，海巫答应了，为此人鱼付出了惨痛的代价。 他失去了声音，如果想恢复声音，就要杀了王子。王子收留了人鱼，但他说他只爱那个在岸边救了他的人。 王子娶了邻国的公主，小人鱼心碎了，他不忍心杀了王子来救自己，只能化成了梅雨的泡沫。遇到挫折，要有坚强的毅力和顽强的心灵，勇敢地去面对挫折。 豌豆上的公主，王子想找位真正的公主成亲，但总是找不到。这天，一位被雨淋湿的公主走进了王宫。王后在床榻上放了一颗豌豆。 在垫上很多床柔软的绒被，可公主还是说很不舒服。只有真正的公主才有如此娇嫩的皮肤。王子和她结婚了，那颗豌豆也放在了展馆中供人观赏。 实践是检验真假的标准，只有通过事实才能辨别真伪。白雪公主。 白雪公主有一位漂亮但嫉妒心很强的继母，继母常问魔镜谁是天下最美的女人，魔镜总说王后最美。白雪公主长大后，魔镜开始回答。 白雪公主最美丽，
王后生气地命仆人杀掉公主。善良的仆人放走了公主，公主不知不觉来到了七个小矮人的森林小屋里，小矮人们同情地收留了她。王后通过魔镜知道白雪公主还活着，于是她扮成卖发带的老太婆，趁扎发带时把公主勒晕了。幸亏小矮人反噬回来，救醒了她。王后从魔镜那儿知道自雪公主仍没死，这次她带了个半红半白的毒苹果，自己啃了无毒的一半以骗取信任，毒死了公主。小矮人回家发现公主死了，伤心地把她放进了水晶棺。有位王子看到棺材里的公主，决定带走她，但在抬棺时公主受到了震动，毒苹果被颠了出来，公主慢慢苏醒。王子把经过告诉了她，并请她做自己的妻子。他们举行了非常热闹的婚礼，生活得十分幸福。像白雪公主那样，心灵和外表同样美，像七个小矮人那样，乐于助人，提高分辨是非的能力，学会保护自己。胡桃夹子。七只老鼠溜进王宫，偷吃了香肠。国王下令灭鼠，七只小老鼠全被抓住。母老鼠生气了，施法将公主变成一个胡桃似的怪物。国王下令寻找能把世上最硬的胡桃掰开的人，以破解魔法。一个青年掰开了朗桃，公主的魔法解除了，可是他自己却变成个丑陋的木头人。他被当作胡桃夹子送给了公主，公主将他抱在怀里，他又变回了那个漂亮的青年。美，在每个人心中都有着不同的概念。外表美固然重要，心灵的美则更胜一筹。
睡美人。王后生下爱女，宫里举行了一场盛宴，但由于招待贵客吃饭的金盘有限，她只能邀请12个女巫，还有一个女巫没有受邀。宴会结束时，女巫们纷纷向小公主送上美好祝福。这时，那个没有受邀的女巫来了，她诅咒公主15岁时撞上纺车死去。其他女巫忙说公主只是沉睡百年。公主15岁时果然被纺车碰了一下，睡着了。这睡眠传染给了整个王宫，王宫所有的事物都停止了。时常有别国王子过来看公主，却都被高高的玫瑰藤缠住，可怜的死去。100年过去了，又有一位王子来了。他走到玫瑰篱笆前，玫瑰花自动让开了，他终于见到了公主。他吻了公主一下，公主醒了，王宫里所有的人也都醒过来了。公主和他一见钟情，他们幸福地走进了婚姻的殿堂。王子不畏艰险，用真爱之吻唤醒了公主，有情人终成眷属，这是最美的结局。苹果姑娘。王后生下一个苹果，她把苹果放在金盘子里，百般疼爱。邻国的王爷偶遇书中的苹果姑娘，看得入了迷，姑娘羞得钻进了苹果。在王爷的请求下，王后割爱把苹果给了他。可苹果姑娘一句话也不说，每天只是梳洗，然后钻进苹果。王爷的继母极恨这个迷了王爷心窍的苹果，他趁王爷不在，拿刀向苹果刺去。仆人发现了渗血的苹果，便从仙女那儿找来魔粉撒在苹果伤口处。苹果里走出了扎着绷带的苹果姑娘。苹果的魔法也解除了，他终于能开口说话了。王爷和苹果姑娘幸福地结婚了。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，我们要时刻怀有善良之心。Thank you.
跳舞跳破的鞋子。国王近期发觉12个女儿的鞋子早晨总是烂的，他百思不得其解，决定征集勇敢者揭开这个秘密。有位士兵报名了，一位老奶奶送他件隐身斗篷，并告诉他千万别喝公主们给他的酒。士兵当晚住进了国王为他预备的房间，他用事先准备好的海绵吸掉了公主给他喝的酒，然后装作睡着了。公主们见状便拍打床沿，她们随床下到洞穴里。士兵忙披上斗篷，跟着他们来到一条金光闪闪的灵荫大道。没多久，他们来到一条河边，12位王子划着小船在岸边等候着。王子们载着他们去对岸的宫殿，和他们翩翩起舞。公主们使劲地跳着，直到把舞鞋跳破。第二天，士兵面见国王，他说公主们的鞋子是在地下宫殿里跟12位王子跳舞跳破的。公主们见事情暴露，只好承认了。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，只要有一双善于发现的眼睛和一颗勇敢的心，事情总会水落石出的。画眉嘴国王。从前有位公主美丽非凡，却因此而傲慢无礼，前来求婚的人没有一个中她的意，而且还会被她冷嘲热讽一番。求婚者中有一位国王，下巴长得有点翘，更是免不了遭到他的大肆挖苦，被他戏称画眉嘴。老国王觉得女儿这样做太过分了，便把女儿许配给了一个叫花子。叫花子带她来到破烂的小屋，公主只有学着适应这种穷日子。渐渐的，她爱上了这个虽然穷却对自己很好的叫花子。一天，宫里举办舞会，她也去看热闹。他认出了那个被他嘲弄过的画眉嘴国王，尴尬极了，转身就走。
国王叫住了帝，说自己就是那个叫花子，这样做是为了帮他克服傲慢的脾气。公主抽泣着说，她一定会做一个好妻子。对待他人应该有一颗宽容的心，用谦虚的态度去包容他人。有了缺点不可怕，只要勇于改正，还是能够得到别人尊重的。99个发卡。七位公主那漂亮的长发是她们自己，也是她们父王的骄傲。国王送给她们每人100个漂亮的发卡。一天早上，大公主整理秀发时，发现她的发卡少了一个。她找了好久都没找到，于是她偷偷拿走了二公主的一个发卡。如法炮制，二公主发现少了一个，就拿走了三公主的最后七公主的发卡，变成了99个。第二天，邻国王子突然来拜访，七位公主一看到他，立刻就都爱上了他。原来，王子的百灵鸟昨天叼回一个发卡，王子觉得这是一种奇妙的缘分，他有意娶那位有缘的公主为妻。六位大公主都在心里说是自己掉的，可是他们都清楚，自己头上明明别着100个发卡，只能懊恼不已。这时，七公主说：“我掉了一个发卡。”刚说完，她一头漂亮的长发就因为少了一个发卡而披散下来。七公主和王子幸福地走到了一起。少了一个发卡，的确是个缺憾，但正因缺憾，未来就有了无限的转机。谁能说缺憾就一定是坏事呢？玻璃山上的公主。农夫家草地上的草在一夜间被什么东西吃了个精光，农夫赶忙让儿子们看守草地。大儿子一到草地就爬到草棚顶睡着了，直至夜半一阵可怕的声音把他惊醒。他吓得头也不回地往家跑去。第二晚，小儿子去看守草地，随着夜里一声巨响，他看见一匹驮着一副骑士盔甲的骏马在吃草。
那马非常听话，他把马牵回了家。不久，国王宣布谁能骑马登上又高又陡、光滑如冰的玻璃山，公主就嫁给谁。这时，一个身穿盔甲的骑士向玻璃山奔驰而去。公主从未见过这么勇武的骑士，便给了他三个金苹果。骑士回到山脚，脱下盔甲，拿出了三个金苹果。人们认出了他，正是农夫家的小儿子。人群沸腾了。当晚，王宫里举行了极其隆重的婚礼。农夫家的小儿子经历了一回奇迹的冒险，我们也要做英勇无畏的时代先锋。Thanks for watching. Don't forget to like, comment, and subscribe.